爱翻玩手机，小心强光烧坏眼睛。再晚也舍不得睡，关灯躲起来也要玩手机吗？眼科医师表示，最近收治一名男高中生，睡前关灯了还玩手机，每晚狂玩约两小时，6个月后左眼视力竟从 1.0 骤降至 0.2， 甚至左眼的黄斑部出血。视网膜中央感光功能最强的区域就叫黄斑部，昏暗中手机强光直射黄斑部会造成烧灼效果，长期将使黄斑部发炎水肿，出现硬结节，若结节破裂亦导致微血管破裂，造成中央视野缺损，严重恐失明。医师表示，近4个月以来已收治3名这类病例，提醒民众使用智慧型手机每20分钟就应该休息5到10分钟，否则还易使眼睛提早老化，或是罹患干眼症、白内障。懂新闻，伤很大。报道。